西和弦，西和弦就是 C E G， 哦，就是哆咪嗦 C E G， 大三度加它是怎么样形成的？它这边告诉你哦，西和弦。C 和弦哦，就等于是 C 加上一再加上 G， 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就是等于一三五，以 C 为首调唱名法的话 ，C 唱哆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看它在这个五线谱上面，它有根音、三音跟五音，哦，根音、三音跟五音。这个就是一个C大调的大三和弦。你们用手，你们不是光看你们手要摆要琴，他们试试看摆一摆，对。你可以自己弹一下。对。哆咪嗦一起按，哆咪嗦一起按。一起按，哆咪嗦一起按，对。啊，指法了，用什么手指呢？一三五一啊。一三五。正确来说叫你一三五，但是大西双手法是一二三。好弹一点。好，以后告诉你什么，你接教，那个蓝烟就知道了。后来就是三指神功的话会很好用。OK， 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那个程度上了年纪学的话，这三个会好多。因为你这个手为止不大灵的，所以三个的话，你习惯用这个，以后用这个。对，小指不太灵。小指不大灵，小指不灵。因为以后弹什么和弦，四和弦、七和弦，用四个手指的话，用个三个手指就可以。但是正确的话应该是应该是哆咪嗦啦，对，一三五，但是不好用，对，都可以，我建议是一三一二三。那大师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小指母不 work， 所以他才用三指神功，但是一般应该是哆咪嗦 ，OK， 应该是一三五。跟你们讲一个笑话，有一个其实不是笑话，是真实的，就是说有一个音乐人，他告诉我说他三十岁才开始学琴，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学了蛮多年了，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大概有四十几岁吧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四十几岁，四十五六岁，所以他说他学的时候他三十岁学的，所以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45岁46岁了。那他因为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是零基础的人，他说他三十岁是零基础开始学琴的，我吓死了。因为呢，这个音乐人呢，你们常常听他唱歌，他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棒，哦，他是在这个音乐大概晓得基督教音乐 CD 的人哦，听过赞美之泉，他是其中一个创始人 ，OK， 所以他很会唱歌。我不晓得他是一个从零基础三十岁才开始学琴的人。然后当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45、46岁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然后他在琴上面弹得很好听，所以我一直还以为说他根本从小就学，然后他才告诉我，他我看他就是这三指神功而已，弹来弹去搞来搞去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，你不是从小就会了，你很会唱歌，他才告诉我，他说他30岁才开始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气馁，他30岁才开始学，他已经出了多少张专辑的 CD？ 那个人是谁？那个人是其中一个赞美之泉的创始人，我们都叫他教父了，因为他赞美之泉创始人那个男音里面，他应该算是很棒，他姓洪，叫洪启源，我们叫他洪老师。所以这个人他是30岁才开始，他就是三指神功，他没有像我们用5个指头弹，所以这个。鼓励大家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们，是鼓励大家，就是说千万不要觉得气馁哈。好，回到这里，三和弦三大和弦中 ，C 是根音哈。五十对，不是这个，是教材47，教材。哎，对，教材47页哈，教材47页，三和弦大三和弦 ，C 是根音。咪呢就是一是三音，鸡是五音，就是嗦，哦，所以 C 呢就是为哆咪嗦，以 C 和弦哆咪嗦，哦，那么低大三和弦呢，如果是低大调的低呢，低的话哆咪嗦在哪里呢？低
的话是等于 D 加上升发，再加上拉，然后就什么 D 的对升发拉，你应该是这样讲吗？是啊，对啊，你要写的话升发不是 F 四，你要写四，对不对？你们手升手摆一摆啊，你们其他对对啊，是这意思？对对对，你们手要摆啊，就是说听一边听一边不是关系操的，这手摆。这个是低，升发拉。对对对对，是低。哦，对，是这样，就是不用用手的。我们左手都不弹左弦，左右手都弹都弹了和弦，就是练右手，左手就是对左手，以后左手不弹这种和弦，左手是弹别的方向。对，左手是弹根音。根音或者是八度或者是左手的。对，当然左手你能够弹这个当然也很好 ，OK， 左手能弹当然更好，但因为对于初学的人，他们会比较困难，哦，情感有问题。不是，你看哈，这个啊要升，因为是从这儿到这儿才是升。看不见，对吧？你听讲讲，嗦，你看听好了，哆咪嗦，对吧？哆咪嗦，对吧？我先不要注意。一大调。对，这样好像就是懂。对，哆咪嗦，如果是。哦，都是哆咪嗦。对，都是哆咪嗦。想说为什么要升音才是一样。都是哆咪嗦，对了，这个就跟你之前要记这些大调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说，他那时候就是哆咪嗦音，听起来都是哆咪嗦的音的。这个听起来不是哆咪嗦，你就弹错了。对对，就是找出相对应调的哆咪嗦。对了，对对，第一低和声就低大调的歌和哆咪嗦，你弹哆咪嗦就出来了。那同样的别的，比如说我要是讲，让他们摸个一，一出来吧，就行。你可以摸个一的哆咪嗦，一的一和声，这样子啊。C D E，OK， 一啊，哆咪嗦，不对啊。C D， 比如说，还有哆咪，一还比较难，不对。一 F G 对不对 ？OK， 对吧？哆咪嗦 A OK OK， 而且这得用多少拍？右手，右手，右手，不用，我们叫先要右手，但左手可以，因为不灵，升 G 跟 B， 还是右手。升 G 跟 B 的，对对。F 嘞 ，F 加上。A 加上 C，G 呢 ？G 加上 B 加上 D， 对不对 ？A 加上 F 加上 E。我们建议后面到以后我们讲的时候都会写成这种数字简谱法，而且都细调的。虽然说是低的哆咪嗦，但是它是细调那个 re 上发拉，以后这样讲会容易搞，不写叫英文数字，不讲英文，也就是说，比方说 C 就是哆咪嗦，但是音名比较重要。对，音名是道理论，但是你记的话是这个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。它这个是方便你记而已。但我是不太喜欢用这个方法来记。但是这个很多外面的书都会这样讲，书讲。这个就是五七二，这个就是六一三三，其实都是哆咪嗦，都是哆咪嗦。如果你之前有做我上礼拜叫你们做的 homework， 记不记得每一个大调回去弹三十遍？ Okay. 你就不用太较真这个，因为都是一样的。就是等于就是 C 的哆咪嗦 ，D 的哆咪嗦 ，E 的哆咪嗦 ，F 的哆咪嗦。先大三度、小三度，先不要管它，没讲过。
就是他讲度还没讲，度没度嘞，不要你再跳过去，不，我以为是大三音呢、啊。不是不是，大三那大三度小三度先不理他，因为那个不是重点，对于弹的人不是重点。那重点以后会乐理里面是会讲到了，以后还是会讲到，但是帮助你们弹不是最主要的。是不是弹熟了以后就是弹熟看一下五线谱就知道键盘上哪个键，就不管弹什么调了，反正找那个键就好了。非常对，非常对。弹了手以后，就其实不管叫他告诉你弹什么和弦，一和弦你就绑摆上去就是一和弦，也不会在意。然后 F 和弦就 G 和弦就摆上去，手摆上去就摆对了。给你一个例子，好，先跑到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叫什么歌啊？爱时是我上个礼拜给你们留的 homework 是爱时我们相遇在一起。不是，是哪一首？忘记了。一切歌颂赞美或者欢迎欢迎。欢迎欢迎，好，我们到欢迎欢迎去82页，你回到82页去看了，同样是教材，82页的，你们看到它这个欢迎欢迎，它上面是一个什么调啊？F 调，然后每一个小节几拍啊？两拍。每一个小节两拍，以四四为一拍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那个欢迎欢迎上面，它是一开始第一个小节那个豆芽菜是什么音符啊？拉，对，拉，唱是咪，对，但是你看到没，它在上面写了一个 F， 对不对？嗯。看到没？看到。那个 F 就是和弦。所以你看到没，那个 F 要弹什么？那个 F 要弹什么？法拉多。法拉多。法拉多就等于 F 的哆咪嗦嘛。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 ？OK， 那第二小节是不是上面又有一个 F？ 那个小节又要弹 F。第三个小节上面是什么 ？C， 那要弹这个。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要把它连贯起来哦。我一直不断的在反复，就是要让你记忆犹新。OK。有没有人不明白的？你说老师这什么回事啊？所以你给我换，要找个西大调最好，西大调。好，我们换一个简单的哈。刚刚就应该提醒我，不要用 F 大调，对，这个不好用。不好用，我要一个最简单的。你要找简单的，对，简单的。回到那个这个当然最简单的，因为西就我觉得这样最简单了。对，西就我要找最简单最。因为那个还要大家还要 care 唱。不 care 唱，大家会唱。不过你那调本是错的。最对。哎，师母，这个和弦。比如说这个 C 是不是三个键要一起按？弹 C 的时候，你说就 C 一 G， 啪一下子按下去。对，现在练习这个，以后会分解。现在练就是一下单，好，一敲下去。我们再来示范一个哈，75页，你真伟大。有谁不会唱你真伟大的举手？你看还是有人不会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。我要找个最简单的，谁都会唱的。啊，会的。呀，没办法。你要找个谁都会唱的。后面没有戏，没有。有什么歌是大家都会唱的？谢歌颂赞美，你真伟大可以，你真伟大可以了，我觉得真的是最简单的。爱使我们相聚也可以了。爱使我们相聚是不是比较简单？上次有谁不会唱？上次不是我们还一起唱了这个吗？就是有谁不会唱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举手。还是有人不会唱。我听说我唱过一个《云上太阳》有吗？爱使我们相聚一起，云上太阳好难啊，两个声。因为我要找最简单的，这个可以，最简单的，云上太阳太难。找个最简单的给你们哈。我感觉两，我一看有两个声部。好。就是那个伤伤。77页，找个最简单的，一定要找个最简单的，因为这样子呢，你就容易上手 ，OK？ 好，这首歌七大调，对不对？什么升降都没有，这最简单了。然后嘞，它是个四四拍，对不对？然后上面写个110，看到没？110是它的速度，就是速度不可以太慢。100以上通常都慢慢开始快起来，140、150都是非常快的歌。
110的中间的东西。嗯，好，然后呢，它的44拍，头一个小节，帽子向上，控2拍，然后一个那个毛毛虫呢，再控1拍，所以头3拍都要控，第4拍才进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就变成1、2、3。上面的音，因为五线谱上面的这个音是你要嘴巴唱 ，OK？ 那你说，那我弹什么？你弹第二小节上面有个 C， 对不对？第三小节上面有个 G， 对不对？先把这个 C G。你听听看啊，你听听看，我会弹、啊、那个 C， 我弹的就是这个。G 是什么 ？G 是什么 ？G 是这个呢？还有什么 ？F。就3个最简单的 C。只有3个，这首歌特别简单 ，C、F 跟 G。只有3个，对不对 ？OK。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这首歌就三个和弦，三个和弦就是。你看这个77页，这上面除了 C、G 就 F， 没别的了。对。就2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什么？你试试看啊，你听听看啊，我嘴巴唱刚才我弹的那个主音啊，我嘴巴唱的是那个，但是我弹的是和弦。1、2、3，爱是我。Sorry， 吸掉高的要对啊，就完了。1、2、3，爱是我们相聚。按着 C， 一个手呢，另外两个手，右手按右手这个根音的 C 就根音弹几级？根音几级？单手指，单指，那是8度。他现在目前学着说，左手一个手指按这个 C， 右手就哆咪嗦。哎，你可以看我这边没关系哦，你可以看这边，看到没？中央 C， 我右手哆咪嗦，对不对？左手它的根音是什么？哆，我只弹一个根音而已。甚至有的时候根音你可以弹2个根音，就是2个8度，都是 C 而已，就只弹根音，左手只弹根音。1、2、3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。啊，我忘记我要看的书，是不是啊 ？C 跟 G 对，没错 ，OK。1、2、3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。看到了，我就这么弹的，就等于这五线谱上那个音根本就没动，不动，嘴巴唱，唱的那个高度是那个音。对，唱的歌词它是一个，然后左右是 Oh my God， 弹的是弹那个 C 啊、F 啊、G 啊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这敬拜团都干这事儿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大家明白了吧？牛，敬拜团的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就是不弹那个五线谱上面的那个主音，那个五线谱上面是你要会唱，你唱那个，
但你弹是弹那个 C 啊，弹那个 F 啊，弹那个上面的这个东西。所以为什么说你需要知道各大调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弹一次大家不唱，听那个就是这效果，然后你们自己来弹。为什么你要弹一遍？不是，他就听他不唱的声音怎么样？对 ，OK， 对啊，你唱以后就已经影响那个伴奏。OK， 一二三，安顺。你们大家试试看，大家试试看，现在试试看弹这个。对，就是说只弹那个和弦，不弹。对，左手就弹的根一，根一就做这个 C 还是 F？ 右手就两个手指。三个手指。右手三个手指。你这边在这几个音动。不弹。对，所以根本很多人就没有音，就是只有和弦。你的歌就是那个谱就只有和弦。我们现在先试试看。这就叫做伴奏。今天就是要试这个，还有。人家伴奏。哇，这个比我那个是我的阳光好很多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个，但是你们以后你会对不对？练左手，这是主要练左手，麻烦多说、啊、多说。对呀、啊，以后你要练、啊，现在左手是单音，后面还有进步到八度，还有再多说多说，还有哆咪嗦咪的这样很多。那个时候会引用到这个变化的。这个没有弹过。对。没有一样东西会浪费的，都会要用到。你们弹这个，而且这个拍子也很，这时候很稳。不能说是我这样子。那个根音就低八度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根音就是上面左手在上面的根音。你现在这份是做不了根音的这位置，我就没说了。这时候我就可以。哦。记也可以，这份记也可以记的。哦。对，根音没关系。那这个，假如这个 C， 它是不是就这一个小节，这个一定要摁住，一直要摁住，直到这个再弹出来。现在练习这个，对，现在你不要先不练那个和弦，你练根音先。你不把它顺，你可以，但是你先不要别说。就是啊，一百是我，要按住这个。对，单音，还是我们就是弹根音，它的哆咪嗦的话，它的根音是单音的，左手就是单手，先不要三个，右手就三个。第一拍弹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，然后这个每一个小节第一拍，一二三，这个小节，这个是 C， 你说这个小，哎对，这个小节的左手是 C。但到这个小节左右是 G， 因为它是 G 嘛，那这个小节又回到 C， 这个又回到 G， 这个又是 C， 这个要对，因为我通常用 G 来用 C， 对。对，一二三，就是两只手，但是他的这个小节左手是 C， 这个小节左手是 G， 这个小节 C， 不会，但是就是你记以后记住，第一回上去的只有 D， 还有 E， 还有 A， 就是大部分你已经转了，当你记住 D 是这个的时候，任何时候 D 都是这个。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对，其实也不用去升，升或者记了，你左手这样当，不管它是不是升，就是第一项。二三四，准备弹了吗？首先你要知道第一怎么升，对呀，没错。然后 G 是首席瑞，对 ，F 是四六四，对。考的时候要记，跟着弹，首先你要知道这个，就说从 C 到 G 的时候要跟着快点。但这个左手还是这个是。这个为什么要练？因为还是要知道这个上面的东西。这个不练，可是有人会批评说啊、哦，你如果那个不练的话，只练这个，那弹和弦的，那我现在上面什么都不会，人家会批评。所以我们什么都要知道。Thank you.
其实不需要学的，我说左手通常是第一个音，对，我以为是哪个，如果你觉得不累，你可以每个都来。在农民堂是两个半下的，对，你这个哈，它可以左手弹低音，随便你用什么方法，是左手是弹低的音，还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现在最简单 CFG 是没声化，都是白净的，所以这是最简单的。对，就是依赖，就不会那么紧张。那如果你愿意，就不喜欢也可以，觉得累的话。我前面一般来讲，我用手的音跟音很简单。我这个音应该就是对，一般都是从中央系。对对对，所有的中音都从中央系，左手是中央系下面。左手中央系下面，对，中央系下面，对，要是左手中央系在八度，就系就是才能把它一二三，现在换我有的时候是想让你系在一起的关系，对对对，等于这个帮他把那个跳这样子，那你要往下也可以，让他感觉不一样，对对，有问题吗？听一下你弹啊。你把这个弹出来啊，你把这个弹出来了，我知道科班的人都喜欢把这个弹出来了，那你就不是伴奏了。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唱的话你可以这样弹，可是如果你要唱你就不要这样弹了，那就只弹一个，对，你就变成就是 C 的话，你就是一二三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爱是我们和为你，爱是我们相聚一起，一二三四，就这样。然后他可能在右手就已经又一种就是和弦了，但右手就是和弦，我们其实弹的就是这个。课就是要教这些东西，然后嘴巴唱这些。我还不太喜欢右手，对，因为课班的人都会马上练。对，到时候到时候到时候，现在要弹出来，要唱。因为我们因为什么肖邦的那个什么那些都是要弹上面，可是这个是伴奏课，伴奏课是要帮助教会怎么唱歌手伴奏，所以要。你教教我吧。啊不不，我要跟他消化一下。啊，你跟他消化一下 ，OK， 好。你看，那你看，看你还得练这个把伴奏练出来。哎，对对对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跳了就对，操作你就是左手弹一段，对对对，然后右手你也是三指神功。上面那样不是三指，那叫掌握。是就三指。就三指。不是，原来你以前跟我说了半天，这样就这么回事，就这么回事，我真的是没搞清楚，现在搞回事了，没有没上课的哈，真的是可以变，那就这几下，上课说了好多，不用记，不用记 ，C F G 三个和弦 ，OK， 都是这样，先说几个和弦，对吧？对吧？对，然后是一二三四，哎，对对，然后哎。二三一二三三四，哎，对对对，二三四，哎，对对对，其实还有是这些，我们只是介绍这些是比较常用的。OK， 对，因为你看他这些歌，像这首歌，它只有 C F 跟 G 而已，所以就是最常用就是 C F 跟 G， 但是你换到别的歌怎么办？别的歌里面还有好多别的。这个的还有好就是这个真的就是我还要学的有一些以后都会讲，就是这些东西还有这个要这些就是这些呢是最简单的，但是那些其他都会讲，所以就是要把这些弹熟，那你这些弹熟你像这些歌你刚刚讲这个第二小节进来，对，一二三，爱是我们相聚。
个就是基音就是二弦同根基八弦的基音，这个基本肯定是基音，这就是三 P 小基音。那个，那这小这一块有什么原因？低小节不大，对。其实像这种，以后我们会跟大家讲。再有一个大师兄的秘诀。后面这个，好，前奏。大师兄需要多传授秘诀。你会了这些，尤其是我们这个。细细是什么？细细哆咪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F 呢？法拉东就是。法拉东。G 呢？索C啦，索C瑞，会不会觉得从 C 到 G 跑好远啊？手指会跑远，当当当，跑过去很远，对不对？跑过去后就跑错位置，对不对？就是会跑错。C 弹哆咪嗦 ，G 弹瑞索C。哎，你太讲这个了。不是，但是要他们现在弹的时候会现在感觉到，他先不讲理由，弹如果是因为 G 是。索西瑞嘛，我把它转一转。你已经讲转位，不能讲转位，是转位啦。我知道，刚弹起来的感觉是，如果转成这个。讲转位再讲这个，太快。这个不是，我不讲转位，我只是转成这样弹。可是他这样，我们比较不会压错音呢，因为我们每次滑过去就对，这刚好错。听我讲，对，啊，是转位。对，所以弹的时候 G 的时候，你待会试试看 ，G 的时候弹 Re 索西，先不讲理由，我们以后就讲转位。F 的话讲哆发拉。它就是很就在附近了，哆咪嗦、瑞嗦西、哆发拉，都在那个手指在差不多的位置上面，你试试看。它是为了方便你的位置在附近，但是其实现在讲，有些学生会考虑。不是，我先不讲准备理由，我不讲准任何理论，你是这样弹的，只是说就这样弹，你会弹的会顺很多。但是你并没有讲为什么要这样弹，你一旦讲为什么，你一旦讲这个，其实就应该把转位讲。我们先不讲为什么，先直接这样弹。它弹出来是一样的。一样的声音，因为和弦很奇怪，就是说和弦只要你把那三个音弹出来，不管是顺序那个转位了，或者是高低音，感觉听起来就是这样子，或是高了八度的哆咪嗦，听起来跟那个低八度哆咪嗦也是一样，就是那整体音高上去，所以只要把这几个音都弹出来。就是那个和弦的声音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如果这首歌用这个方法来弹，会不会方便一点？排的组合对，排的组合准备排，排音是没讲对，听懂了。我知道他那 C 是一样的，对啊，你弹就会快很多。是的，但我不知道我用什么。现在听不到。对，也不会跳，容易没容易跑掉。对，不，就是越练越会，会弹的看法。是不是？先不转左手，右手。没错，就细了，没错细。把那个把这个也把这样，把这个也把这样，把这个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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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个
数啊，唱了，哎，你又唱了，就说你的心一二三四四拍。他比较性急，所以他天天都在练。哎，是一二三四，噔噔噔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左手是，左手答应了。哎是哎是。不是，先弹，先弹单音，单音，所谓根音就是单手指。对。那您这样改的时候，他就说这手的距离就跟刚才距离就刚才都没跳，就是对，跳得很远。脑袋这么多。对。所以单音这个就这块要变哈。就这边一点点，边一点点。这块要变的。边一点点，对。啊，就这三个指要变。对。刚才是三个指头的，就是一样的位置，从这儿调到这儿来。对，你这样跳得很远了，对，跳就跳错了。那这个手的位置要换一下哈。对。很多时候有一教，有一基本上都是哆发啦，对，哆发啦，那哆咪嗦哆发啦，瑞哆西这样子，三指，三指，所以这三指会方便。对我们年纪大了以后，就三指会用。你这个搞个这个一三五转过来。一样的。你蹲着，你看一下后面。最简单的呢 ，F C F G 三和弦是最简单的。可以吗？啊？不懂还是跟着人？你知道你要什么？就说我看到 C 就是 C 就是，那就是说高音。你们就选错，你只要键盘重要。对，一个键盘。编制自己编一个，记。
你右手你又不行，先右手练熟了再加左手。皇帝这个位置很近，所以其实是该转了，就一个就是把一我还是一左转，对对对，第一刀左一丝，那个我理解不了，就理解不了啊，不是他的一般来讲是滑拉，对啊，对啊，转位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是滑拉，可以是拉多发，也可以是抖发拉，所以他给了你一个抖发拉。转位的话就是哆咪嗦，就是发拉哆，然后拉哆发，然后发拉，通常都三个，就是正位是发拉哆，第二转位是拉哆发，第三转位是哆发拉。气是这个，我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正位是发拉哆，第一转位是拉哆发，第二转位是哆发拉。通常只有正位第一转位就不是，所以各三个里面，所以弹和弦都重，不管。方便的话，那个双声哈，对，就任何调 ，C 就是这样，任何调的 F 是这样 ，C 就是这样。现在这个是最简单的歌，就没有黑键，就是只有白键，所以容易弹，没有双声哈。这个别的调，低大调啊，都是。这是最简单的，这两个都是白键，这两个都是白键。但是这个发跟这个发是，这个发是它的高八度，这个拉一开始你要先把这个都好，然后再先弄好。对啊，习惯以后就自然反应。我一开始也是搞不清楚，就专门说怎么摆的时候你就摆不出来。简单多了，主音根本就不要看，是啊，对的，伴奏弹出来就是跟动节奏，和弦在这里拦就拦着节奏里面。当然了，这是最简单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唱多好，你按多少下，就是好像就是先几拍也按多少下。四拍就先按，先就是最简单的是一二按四下。但是以后会变化，这种是慢慢变化。四拍，然后再等。对，加别的，可以按节奏，噔噔这样按各种方式。四拍吗？那你怎么？对。抖，就这个左手只有抖和手两个。因为你看它这个小节四拍，每一个小节四拍，那它这边写了一个 C， 就表示这一个小节只要 C chord， 只要 C 和弦，所以你就只弹哆就可以。C 的根音就它的 root 那个 note 就是 C。所以就变成在 first note 的时候，你出来是它的 root note。I 是我们想去，听不见，所以我们拉到左右，我帮你。你们可以试一下那个和这个比较伟大，比较慢一点的二调。是。左手跟对。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不了啊，下起来了，对，
前面不是一二三，然后进来不是，但进来就唱了。和弦对着这个。哦，这是唱的，对。但是你这是唱，但是不弹。和弦对着这个。对对。我才开始我才跳上去。开始我。可以唱。为什么不唱？跟你们解释一下哈，刚才因为大师兄他讲了这个部分，但是我一直跟他讲说叫他先不要讲，但是呢是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说这个部分有一些人他还是会有点 confused what it is， OK， 因为我们没有讲，还没有讲转位，哦，转位，那我稍微可以跟你透露一下转位是什么意思。转位就是说，你看他是哆咪嗦，对不对 ？C 的哆咪嗦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这个叫做正位 ，C 的哆咪嗦。低的雷发拉，雷发拉虽然是写雷发拉，但是它等于是低的哆咪嗦，对不对？音就是哆咪嗦。然后一的咪升五跟西，哦，其实听起来也是哆咪嗦，对不对？哈，哆咪嗦就是每一个和弦的正位。OK， 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哆咪嗦是每一个和弦的正位，哦，每一个和弦。那么它的第一转位呢，就是咪嗦哆。懂了吗？每一个它的第一转位是咪嗦哆，它的第二转位就是嗦哆咪。OK， 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这个叫做转位，和弦里面的转位。哦，那他介绍的这个，其实你看到没？这个其实就是转位，他在介绍你。他很性急，因为他觉得你弹这个歌呢，你这样子哆哆那个哆咪嗦，然后鸡要跑到这边来，然后发到这边来，发拉哆呢，他觉得说。弹转位的话，你就不用跳来跳去，明白吗？的确是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你弹转位你不用跳来跳去，但你要懂你在弹什么，哦，所以我是讲说，我还没有讲转位以前，他就已经介绍这个会 confuse 你，会吧？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哦，所以我就先要，我是觉得说我做事情是想，就是说我要讲这个部分，我要把它讲透，先给你铺垫，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哦，所以我现在就是稍微。倒车一下，把这地方稍微让你知道一下他在说什么 ，OK， 这样你才会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他这个其实他这个 F 是一个第二转位 ，OK， 第三等于我们通常是正位、第一转位跟第二转位，没有第三转位，第二转位 ，OK， 没有人讲第三转位的，正位、第一转位、第二转位 ，OK， 这个是正位，每一个正位是哆咪嗦，他的哆咪嗦，他的第一转位是咪嗦哆。它的第二转位是嗦哆咪，嗦哆咪，所以你看到没？这个是一个第二转位，这个是一个第二转位 ，OK。这个呢，这是第二，也是第二转位，对。所以它等于就是告诉你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和弦上面看到是 G， 你可以弹它的正位，你可以弹它的第一转位，也可以弹它的第二转位。是这样，所以就是变化。但是那几个键都是那几个键，都是那几个键，就那几个键。哆咪嗦，嗦哆咪，咪嗦，哆咪嗦，咪嗦哆，嗦哆咪，哆咪嗦，咪嗦哆，嗦哆咪，只不过是在那一个和弦里面。哆咪嗦，咪嗦哆，有没有人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？那它在中央欣赏跟高八度不是弹出来一样吗？那怎么样？无所谓，最重要的你看，哆咪嗦。正位，你说都第一转位，第二转位，这是西的。那么低的呢？西是
是不是来发第一正位，正位，然后嘞，第一转位，第二转位，对不对？低的低大调，正位，第一转位，第二转位，哦 ，F 大调，法拉东，对不对？正位，正位，第一转位，第二转位。你这第二转位低了八度。跟八度没关系哦，反正就从中间开始，从后面开始就是。对，你看法拉多嘛，法拉多正位，法拉多它的哆咪嗦，哦，这个 F 的哆咪嗦，它的正位，第一转位拉哆咪，第二转位。OK， 可以往下吗？没所谓，这个往下可以，往下也可以。中医，但是我们不这样叫，跳上来没关系。往下，没有这样叫法，就是说正位，然后是什么什么这样，没有这样叫法。我们只有这样的，就是转位一定是正位，第一转位，第二转位。至于你往下的话，你把它弹成拉多发 ，you know， 你知道它是一个第二转位。你把它弹成法拉多，它还是正位。你把它往下弹成哆发拉，它就是第一转位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法拉多，法拉多是正位，你它的拉多拉多发是第一转位，哆发拉它就是第二转位，就是它的原理是不变的。至于你要把它往下弹、往上弹的什么样的无所谓。那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哆咪嗦，哆发拉，哆咪嗦咪嗦哆，任何一个调，就比如说 C 或是 D 或是 F 或 G， 不管是什么，它的哆咪嗦一定是正位。他的咪嗦哆一定是第一转位，他的手哆咪一定是第二转位，不管你在琴键上哪里弹，这样讲可以明白吗？所以比如说，不是这样不对，这不是转位，他只有他这样不是转位，所以像我以为他适合教的是这种，因为挨得比较近，是是。看不是不是，离不近，我知道。哆咪嗦是它的正位，我说哆发拉是 F F 和弦的第二转位。你不管它第二转位都是 F 和弦，它是 D F 和弦。Re 嗦西就是 G 和弦，它只是 的转位，第二转位。对，但是你讲的时候不用说讲第几转位，就是它是 F 和弦。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铺垫，它才会明白。我知道，大家已经知道了以后就。那是因为我刚刚铺垫了，可以你没有铺垫。人家不会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不能随便乱讲了。对，那我其实就只在这个中央系，比如说中央系里面，我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话，这 CFG 这上 CFG 就距离特别近，距离特别近，对可以。但是有时候你就为了声音好听，你会跳高一点，也容易。但是先为了方便弹。但是它的原理是这个原理，没有变的，绝对不变。它还是不是它的原位音，而是说转位是它的转位，对对，所以这一个信号可以是这样。